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碑志印记。位于中央山脉旁的花莲静思精舍，灰白相间的建筑以清静庄严的环境向世人无声说法。在这个修行道场中住着一群出家师父，不但在生活之中一一体现佛法的精神，更让慈济精舍成为全球慈济人最坚强的心灵后盾。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纯师父来跟我们分享在精舍生活中如何体现佛法的妙义。德纯师父您好。嘉勋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在无量义经说法品中提到，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悉遍知矣，四福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我想首先要请教德纯师父，其实47年来在精舍，我们日复一日是不断地去体现佛法的真意，哦，尤其是我们每一天的突破。我想，一方面可能可以在大自然中去学习蕴含的智慧跟真理，其实我也是觉得在这突破的历程之中，也去体现我们无量义经中的一些真正的义理。那是不是也可以请纯师父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在突破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土壤上种植蔬菜来供大家来食用。这些蔬菜呢，就是给全球的志工回来精舍的时候能够享用的。像我们种的菜呢是不撒农药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虫害啦，或者是说有一些病菌，但是我们用我们比较天然的方式呢去为它就是筛检。因为不撒农药的话必须要常常拔除草，如果不把它杂草拔除的时候呢，这个作物就会长不好，就没有办法有如期的一个收成。我们有一次在种植丝瓜的过程中，丝瓜呢必须要事先的育苗，它从种子开始萌芽，这个部分呢就是生的状态，是。然后当它长到这个盆栽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又为它移植到了土壤下来，到它这个丝瓜呢在大地之中吸收了很多的养分之后呢，它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丝瓜是一个攀藤类的一个植物，对，它必须要在棚子上才会长得好，那它结果呢也会结在棚子的四周，它是不同的一个性质。那所以在它攀爬的过程之中，那我们其实就等着丝瓜的开花结果。对，这个是它所开出来的花，又有分成两种，一种是用来授粉的，那另外一种呢，它是会结果的，那我们在这是在维护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观察，如果它开的话，就是它已经凋谢了、枯萎了，表示它已经受过粉了，我们就会为它套上绿色的网状的袋子，这个袋子的作用呢，就是要防止它有虫害。被蜜蜂叮啊，被虫咬啦，那我们的收成才会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作物都没有撒农药的，对，所以会用一些比较人工的一些方式来防止这些虫子来叮咬。是，纯师傅，在我们跟这个植物，不论是我们栽种的蔬果啦，哦，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可能周围的一些观赏性的植物，其实我们都能够去感受到生诸一灭这种心心生灭的道理，对不对？对，但是呢，在我们在生的这个过程中，这个 一念心在 萌发的时候，要很注意这个意念的启发。如果说方向错误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一开始要培养之前，是不是这是一个善的因？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方向完全错误了。对对，嗯，结果完全不同，可能会跟我们期待的是有很大的落差。嗯哼，所以在这出发心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与小心。嗯哼，好，非常感恩，陈师傅您的分享。感恩。静思精舍的菜园、柴房，每个角落都是故事。石雕、老树，一尊尊蕴含着哲理。这些故事与哲理，都是由常住师傅们与川流不息回到心灵故乡的访客，47年来共同成就的人间道场。为了自力更生，需要培养51项的工作技能，把自己缩小成奈米的尺寸，进入各种生活事项中，体会人生的真意。这是静思精舍常住师傅们用踏实的生活归结出来的生命观点，让我们可以轻易融入各种的境界中，无入而不自得。像我们那个菜园那么多，要给它施肥呀、啊，施肥，然后改变我们的土壤。以施肥改变土壤，就像我们的心地，也需要适当的耕耘与灌溉。菜园出坡是静思精舍师傅们51项工作的其中一种，用纯天然的有机肥滋养大地，也从自然的土壤中体会环境给予人生的佛法精神。第二天来拔菜啊，然后就看到虫啊，就一直吃啊，它就一直啃死掉的啊。就像我们的习气啊，发了一次无明火，所有的智慧全部都没了，就跟这样一个洞一个洞，这个叫做有漏。辣椒要去籽才不会辣到人，做人要去籽才不会伤害到人。有漏就得补漏，有植也得去植。去植跟去籽发音类似。镜头来到厨房，这里是师傅们口中的大寮，一天三餐制作90桌以上的菜肴，每个环节都是学问。你一切都是放空，你不要有太多意见，然后就问，就这样才能有办法学到东西啊。在厨房里面，我的感觉是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煮出来的菜就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心若是很浮躁的时候，你那个扣盘根本排不出来。在各项指示中，照见平常也不容易发现的心境。前提是得放空自己的心，才能将法重新吸收进来。白天工作，晚上精进，常住师傅们善用有限的生命，努力追求永恒的慧命。在静思家风里的每位修行者，以微尘人生自诩，要在人世间发挥最细腻而强大的奈米良能。如果您曾经参访静思精舍，一定听过师父们对着远道而来的法亲说：“欢迎回家。”因为精舍是慈济人的心灵故乡，师父们则是守在家里的亲人，每天操持家务，为的就是让在外打拼的孩子们回到家里能够健康吃、安心睡，在心灵上也能够充满饱饱的电力。所以我接着可能要请教陈师傅啊，因为上人曾经期许我们每一位静思弟子要肩并肩弯下腰来，成为一道度众生的拱桥。那这样的静思法脉情形道，其实真的完全体现在我们常住师傅的身上。那是不是也可以请陈师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通常常住师傅们是怎么样彼此互相的合作，然后彼此和和互协，然后迎接我们这些所有的师兄师姐回到精舍，然后能够感受到像家这样的一种感觉。嗯，因为上人的理念呢，是希望把佛法能够生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法，如何将这个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看我们深入去感受。所以上人希望我们借不同的一个执事的一个磨练，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这中间深厚的一个佛法的道理。嗯，那用法来对应，我们大概有哪几个执事？在目前我们常住师父零零总总算起来大概有50几种。哦，51种不同的执事。
所以常住师父们大概都会轮流去承担不同的执事。对，嗯，对，像比如说大寮啦，就是我们常讲的厨房。嗯，那洗菜呢，就是提供蔬菜给大众来食用，是，就是必须把这个蔬菜呢洗涤干净之后交给大寮来烹煮。所以不同的执事的项目，我们有不同的学习。哇，像刚开始的时候轮到大寮，那是一个崭新的环境跟不同的一个场所。过去在家里我也曾经就是煮过三餐，可是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锅子。来到了金色呢，面对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锅子，那么长的锅铲，然后呢使用的柴火呢就是木柴啊，就是跟家里不同，家里用的是我小瓦斯炉吧，非常方便，一开就有。是，可是在金色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木柴。那木材叠的方式还有木材放的方式影响到它这个火候的这个大小。怎么样让它的这个食材呢是在适当的火候能够完成，还有呢在这个食材在开烹煮的过程之间事前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是，所以好像既有不同的执事的话，我们就可以如同这个经文里面说的入众生诸根性欲，也就是说了解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需求跟不同的，当然有智慧的学习，当然也有无明跟烦恼的升起，因为不同嘛。那是不是在整个执事轮流上面可能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是的，因为在执事当中大部分来讲都是有很多位师父或是师姐常住师姐一起共同来承担，都大部分来讲都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在与人共事的方面我们能够缩小自己去体察很多因缘的一个流转，那比较能够让事情能很圆满，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做事方式跟态度都不同，那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对方的一个逻辑，对方的一个习惯性，那我们愿意去配合他，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很圆满，因为一定是有一个人主导，另外一个人是属于配合的状态。如果两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很协调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圆满了。那上人希望我们是一个和合的一个团体，然后大家能够合心来完成所有的事项。是，所以能够掌握到这一个关键点的时候，那这一切就会很圆融。因为我想这大家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那如何可以对应到《无量易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实为实相，这样的一种佛法的体会，好不好？好的，因为每一个人来自于全省甚至于海外的国家都不同的，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背景与逻辑，还有自己的思考模式，那大家会聚在一起在这个道场共同来修行，就是认同上人的理念，是，还有上人的德行的感召，所以呢我们共同依止在这个道场。那上人需要我们做的呢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修行人的力量能够去带动更多人启发这一念善心。那所谓的无相呢，就是说当我们起了这一念出发心，就是上人德行的感召或者是认同上人的理念慈济精神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一念心呢就是无相。然后无相也是不相，相也是不相，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成见，因为我们道场的家风是跟其他的道场不同，我们是用实作的方面来去体会佛法，所以每一个人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然后呢依循着上人的教诲一起来承担金色所有的执事，这些执事呢就是为了成就所有的慈济人回来金色的时候共修所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志工疗房的部分，当志工回来金色的时候必须要准备棉被啦，必须要准备一些空间打扫让他们能够住得安稳，在付出的过程中是实际上有一些作为的，是，那所呈现的一个成果呢也是一个实相。是，可是这个出发心呢就是很重要，我们一定是理念一致才能够成就一致的结果，所以是不是这就是有点像说无相不相，其实事实上它就是真实相哦，因为就是传递这种近似的家风那种爱呀，那种全体常住师父合护写这种精神。
对，虽然我们在金色里面所有的修行者，他来这里修行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功名利禄，他只是一念单纯的心念，是要协助上人完成很多样的事项，所以呢，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没有执着这个相，这个就是无相的状态。那我们心念所想的就是要完成所有常住分内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心念一致，共同去完成，不分你我他。真的，我们真的应该要把握跟珍惜哦，所有常住师父能够传递给我们在《无量易经》里面的这种真意哦。那真的很感恩我们陈师父跟我们分享，感恩您。上人曾在《无量易经》寄诵中提到，无相是一种妙湛不动的境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当我们在精舍住住的时候，身处在一个有形的道场，但是我们的心却能体会拥抱世界的感觉。其实这样的心灵境界可以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之中，因为世间的万物万事，一切唯心造。一直呢，甲大家人伫咧分享，人人啊，心地本性。清净无染着，这就是咱人人本具的佛心啊。所以讲起来，佛啊、心啊、法啊，本来就是一体嘛。但是啊，佛说法无量啊，那无量种。一心安怎爱讲遐尼正侪的法啊？那就是因为天地万物啊，有摄了咱的心啊，因为咱的心啊，起着分别啊，所以呢，贪婪啊，随着天地万物啊，安尼呢？在咧转变，安尼在咧分辨，所以啊，万物啊，有伊的性格相，在咱人的心啊，去做各种分辨，啊，分辨了后呢，家己的内心那就起着呢，去分辨。所以在这个万物性相分别实在是真多啊，不过我们常常说有相无相，无相无不相，那有这么多会形象道理，其实呢要说有相分析过来啊，那就是化境为灵，这嘛是电脑甲大家人伫咧分享的啊。所有的物质啊，咱啊拢总甲分开啦，这个物件呢都消失无去咯。那佫有其他的因缘呐，物质汇合啊，那。起来都阁有另外一个相，天脚下啊，这种呢物理啊，真正是真深奥啊。所以讲，万物有性相啊，无量不思议吼、哦。原来呢是心即佛啊，佛心法本一体，咱来当透彻这个代志啦。应该呢，有真侪物件都无虾米好怀疑呀。天地本具嘛，本为一体。文法只是透过外在的形式触动我们本具的本性，法能不能穿越重重的无明，直达内心，就需因人而异的因缘了。
其实法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我们的身边，没有固定的形象，又是如此的唾手可得。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将法入心，并且透过闻思修具体为自己的生命带来改变的话，就像是在灯火通明的房间，您还是躲在暗处照不到灯光一样。就像近年来天灾人祸频传，上人以亲近旧地球的环保理念为这个看似消极的时代提出积极的对治方法。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我们德纯师父，其实我们就知道金舍处处都是环保的体现，但是举一两个例子来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环保。上人对每一项的物质都是非常的珍惜，因为觉得物质得来不易，尤其是水资源，如果万物没有水的涵养，一切都变成了空谈了。所以上人非常的惜水，我们金色的建筑当中有一项就是雨水回收，我们会在屋檐当中安排了一些管线接收这个雨水。那雨水呢，收来了之后呢，经过净化的处理，这些雨水呢是用来清洗一些工具啦，或是清洗抹布啦、地板啦、打扫之类的。那还有呢，像我们这几天呢，我们轮到洗菜这个工作，我们洗菜剩余的水啊，这些洗衣服水也是拿去浇花，这个水的利用呢又重复多了一种功能。那还有呢，就是在斋堂用餐的时候，用完餐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师傅来负责收集这些剩余的这些菜。一般在外面来讲，有些菜它没用完就当厨余倒掉了，可是我们在金色没有厨余，我们是把这些回收回来的菜汤汤水水再次的利用，就是拿来煮面条。所以克勤克俭克难，它并不是好像要生活在很艰困的生活状况去显现我们是有修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心能去感受到这个修行的真意。像在金色啊，我们种了很多的树木，那在夏季的时候必须适当去修剪它，如果没有修剪的话，那台风一来它常常就会连根拔起应声而倒。那我们修剪下来的那个树枝啊，又分大的跟小的，如果比较粗的那个枝干，我们就把它晒干了，然后拿来当柴烧。那比较小的那些枝干呢，我们用机器把它搅碎了来当肥料。那我们在应用这些物命的时候非常的仔细谨慎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很多的一些资源。过去书上曾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察觉到资源的耗竭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珍惜这些资源，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无助。所以我们也真的蛮期许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只要有机会到金舍，只要能够就近跟我们常住师父一起用一种很爱护我们物命的这种心情来过生活的话，也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观念跟习惯带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那这样我们整个的生活可以起更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恩纯师父，谢谢您。感恩。在一个来到花莲的旅行者眼中，净慈金舍是一处清净的修行之地。在全球慈济人的眼中，净慈金舍则是魂牵梦萦的心灵故乡。同样的地方，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观点，这何尝不也是一个众生信誉无量，所以说法无量的例子呢？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